自7月5日以来，西日本地区遭遇30年不遇暴雨，多处河流爆发洪水。7月7日上午，广岛县吴市黑濑川水位上涨，附近35岁的理发师渡部河晃台下了木质真光寺桥被洪水冲走的视频。真光寺桥被泥水折成两段，冲走一段距离后撞上钢筋桥梁，发出一声巨响，随后慢慢沉入河中。真光寺桥长约107米，宽约3米，有170年的历史。1950年，该桥曾遭遇台风侵袭，损毁严重，近几年也刚进行了一次修缮。